我的话就是前面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。47、48之类的，通常工作很忙，那就休掉46。去哪里我还是都带着运动鞋，还有运动衣。日本的话，我天天去瑜伽。运动这件事情让我很放松，不管工作忙不忙，我还是找时间去运动。你来台湾这么多年了，过年对你来说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台湾过年的时候，我在日本有工作，这3、4年可能过年多了就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只能在家里休息一天，然后一天回老家看妈妈、看阿姨、阿爸，看家人，然后就回来。有哪一个工作你觉得最满意？哇，能选，可以选两个吗？12月1号的 A 回。学生大小，还有一个是很是发辫这件事情，超帅的，是第一次，完全第一次，很帅的，帅到英雄，蛮帅的味道，很舒服的味道。听说木村拓哉先生就是，你说工作上拍照都没有 NG 的照片，那天就是我跟他合照嘛，合照3张都很帅的。我的话就是前面是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是这样子。日本现在有流行什么样的流行的减肥方法？最近很多日本人也不爱吃那个荞麦面粉嘛，面粉的东西，有时候就是用米的粉，米粉的面包啊，还有还是继续流行那个排骨果鸡。排骨果鸡，冷压的那种。是冷压的，对。最近我开始就是爱跑步嘛。不是有跑半吗？是跑半了，很累哦。紧接着还接了一样马拉松的活动大使，可能跑步的关系，最近不太容易变胖。比方说，他坐着牛仔裤的上面有一块肉，就觉得很不舒服吗？很烦。如果变健康变瘦的话，这个烦恼的事情也是不见了，所以为了健康，为了让自己心里很舒服，就是我们继续努力，加油运动。哇，